月族月尊东方青苍因修习上古秘术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怪物，他手刃生父，夺取月尊宝座，控制十万月族士兵烧杀抢掠。仙界水云天，月族苍岩海，人间云梦泽三界危在旦夕。仙界战神赤影女子为拯救苍生，不惜自爆元神，与东方青苍同归于尽，封印了十万月族士兵。然而东方青苍的元神不死不灭，一旦复活，地狱之火将再次席卷三界。传说中，唯有西山神女才能化解这场浩劫，但她却不知所踪。我叫小兰花，是个仙女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叶子，是命簿。每一片上都写着一个人生生世世的命运。而我的职责就是整理照看这些命簿。放心，我们不会干扰任何人的命运。我师父司命，掌管命簿的上仙，说是师徒，其实也是我老板，就好像你们人间掌柜和伙计的关系。一旦倒霉起来，这神仙啊，和人一样，挡都挡不住。这棵倒霉的兰花草是我，自从当年被他不小心用酒浇坏了仙根，我的修为和法力一直都很差劲。师父教会了我手艺，就去人间云游，500年都没有回来了。不过呢，我一个人守在司命殿里，除了有点孤单，日子过得也还算顺心啦。命簿修得越来越熟练了，从不点灯熬油，洒扫的活也不多，一点都不辛苦。花草们开了灵智，还能陪我聊聊天。别贪睡了，好好修炼才能像我一样早日成仙啊。才几点，再睡会儿。像你一样有什么好啊，干那么多活，还不如消消停停当棵草。其他仙女对我也挺好的，是偷偷常回仙君的画像，可真不要脸，没人欺负我。连我们都跟人家常回仙君说不上话，这辈子常回仙君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打算参加仙考，去涌泉宫向常回仙君报恩。小兰花在看什么呢？还能看什么？他的常回仙君呗，画像都被撕坏了，还整天盯着看呢。长恒仙君到底长什么样啊，让小兰花这么神魂颠倒。人家是战神大人物，我们哪见过。那长恒仙君到底怎么成的救命恩人？小兰花是胡瞎编的吧。修命簿这份工作不难，
就是繁琐，人的命运会被任何一件小事牵动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用我师父的话说，就更复杂了。命数自天道起，生万物，过去因成现在，天道因果，现在万物由此成未来，不可求。每天能修50个命簿，每月1500个，等修满50000个，我就写信向师父请辞。到那时候，我的救命恩人长恒仙君也应该回来了。长恒，此番你收复北冥失地，击退月族首领旋风，平乱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月族已4分5裂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，长恒职责所在，不敢居功。长恒战神过千了。是啊，那旋风虽然远不及当年已经死去的东方青苍，可如今也是水云天的头号威胁。长恒战神此番能够重伤旋风的元气，居功至伟。纵然东方青苍还活着，长恒也必将将他斩于剑下。只是北冥初定，境内还有诸多事宜尚待处理，不知兄君为何急召长恒回玉京？仙君可还记得东方青苍？当然记得，3万年前东方青苍被众仙诛杀，但是和昊天塔异动有个关系。你当时年幼，有所不知，东方青苍虽被众仙合力诛杀，可他金身不灭，元神不散，父君当时只能联合众仙之力将其秘密封印在昊天塔内。为避免水云天恐慌，此事是只有少数几位上仙才知道的秘密。当日东君困住他的元神和金身，并率领众仙在昊天塔内布下万道封印，名为昊天阵。此阵即众仙之长，论坚固，三界之内无人能及。那昊天塔异动又是为何？东方青苍的元神虽已无神识，却极具霸道之力，日日冲击，封印竟有松动迹象。若任由东方青苍之元神散落出塔，必定危害三界。父君尚在闭关，本君这才将你召回，与众上仙一同加固封印。是。这是42699。来了来了。你一个桃花精整日无事，应个门要那么久吗？我不是桃花，不是兰花，也不是无事。不一次上仙手令要调阅命簿，动作快点。
真是倒霉，长恒仙君今日凯旋，我们都没有迎接到，竟被派到这个破地方来取命布。这是你们要调阅的命布。哎，等等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听你们说长恒仙君他回来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一颗仙根破损的月季，干好你的杂活，别问些有的没的。走吧。总是这样，要是师父在的话，你们肯定不敢。小兰花，人家长恒仙君记得你是谁吗？所以要打扮的美丽点，比长恒仙君更好一些。小兰花，注意仪态，记住我教你的，出场一定要温婉、妩媚又惊艳，这样他才会记住你。这个花送给你。不必了，杀敌乃分内之事。这个花不是为了庆祝你凯旋。1500年前，我只是司命殿的一颗小兰花草，我的师父司命不小心浇坏了我的仙根，所以他就想不养我了。恰恰长恒仙君你来司命殿拜访，劝我师父把我留下，说不定可以养活我，我才得以修得灵智，化成人形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当面跟你说声，不，所以长恒仙君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，这个花送给你。不用了，你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。不记得？仙君失礼了。慢着，萤虫已经被你惊走，奇幻流萤石不过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罢了，留之无用，你帮我处理了吧。
送给我吗？他不仅送了我灵玉，还收了我的花。这么多花，偏偏选了一朵小兰花。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吗？这是什么？长恨仙君，我一定要通过仙考，我一定会考进有泉宫的。只要这次能在仙考中名列前列，就能进有泉宫当值。那俸禄可是最高的，仙阶也升得快，还能经常看见长恒仙君。就是就是。哎，这不是小花精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就是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进来了？他找了个女人，为什么进来？一个最低等的花草精灵也想进涌泉宫？我不是。哎，我记得他，他是司令殿门口的那个芍药花呀。不是，芍药花来这里干嘛呀？什么？我记得他是芍药。芍药花吗？他来这干嘛呀？他这样的都能来参加？我不是芍药，不是月季，我是司命殿小兰花。你们最好所有人都记住我的名号和来头，因为我会在仙考中打败你们所有人。他们凭什么嘲笑你？不就是仙考吗？你考不过，没准他们也考不过。就是外人怎么说根本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们大家都陪着你，有你们这群朋友值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最近的确需要你们的支持。你们都知道啊，我仙根受损了嘛，要想通过仙考必须得治好才行，可那仙药实在是不便宜。你们最近要是手头宽裕的话，可不可以桃树？小兰花，这一千年来你都吃了多少仙药了？把你那点俸禄花的精光，我看啊，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。对，就是就是就是。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就是要去报答长恒仙君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什么报恩呢？你根本就是喜欢他。我们大家一直都不想拆穿你，但你总不能自欺欺人呢。你就算再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。丹音，水云天第一美女。人家父尊是李元仙尊，你父尊哪位啊？哪位？小兰花，你是一棵小草，你没有父尊的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看，这叫奇幻流萤石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这可是稀罕灵玉，北冥极寒之地10000年才能化成一颗，极其珍贵。这可是长恒仙君送我的。不就一块破石头吗？说不定是人家玩腻的不要了。
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里边萤虫都跑了，不值钱的。嗯，小兰花，人要认命，别做梦了，算了吧。就是，够了！你们说了这么多，真的是为他考虑吗？你们到底还是不是小兰花的朋友啊？是朋友，不就应该在关键的时候跟他站在一起吗？小兰花，我攒的零食都在那花园里面，本来是想着化形之后去买点丹药的，不过现在你都拿去吧。嗯，爬山虎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他们攒的私房钱也都在那儿呢。爬山虎，你个天杀的！哎，不能留手，爬山虎，吓死我了！大恩不言谢，等我通过了仙考，成为了仙士，我的俸禄就是你们的俸禄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零食就可以为仙药了。那是长河仙君的命簿。奇怪，上神的命格最为稳固，怎么会轻易改变呢？怎么会断了？不好了，长河仙君他今晚有形神俱灭的危险。时辰已到，祝仙家吧，我等需在一刻之内重新加固昊天塔，不得有失。是。我小兰花几则行事一件坏事都没做好，我也不求发大财走大运，就盼着修好仙根过点安生日子，该不会今天就灰飞烟灭了吧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有这么多上仙在，长河仙君一定会没事的。长河仙君的主路线还是那个。跟命簿里的画面一模一样，怎么办？就快子时了。乖徒儿，你可记住了，斩人命簿者，不可向命簿的主人泄露天机，更不可以扰动任何人的命运，否则将遭到天谴，灰飞烟灭。阿婆，
他是谁？怎么穿着我的衣服？
放开我！救命！闭嘴！你为什么会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？本座不知因何与你换了身体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在我身体里，我在你身体里。阿云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到那昊天阵落，那儿便是这儿的出口。你现在在本座身体里有无边法力，只要你施法震开这昊天阵，便可以破封印出逃。等出去之后，自然就可以换回来。昊天阵？等等，你是被关在里面的醉仙，你想骗我把你放出去？我劝你最好不要将本座跟这些杂碎相提并论。本座耐心有限，赶紧把这昊天阵给我震碎，否则本座现在就杀了你。